长得丑，活得久，长得帅，人人爱。大家好，我是人见人爱花姐，花给你们长得帅。欢迎收看第五人格探索第143期啊。本期探索的主题啊是这样子呀，就是求生者在约瑟夫的镜像中被打倒了，然后呢在镜像中自愈啊。当镜像消失的时候，自愈的进度啊会不会重新计算呀？这个你们知道吗？当然还有更进一步的探索，就是啊快自愈好的时候呀，被接管绑上了椅子，那么当镜像消失之后呀是倒地状态的，这个时候自愈进度又会是怎么样的呢？不知道这么说你们能理解吗？